垮掉，整段垮掉。Oh my god！ 你出来干嘛？不知道。Happy birthday！ 真的假的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个寿司蛋糕。我刚本来想说等他出来，我就先弄一下，然后再拿进去给。12月15日是窦骁32岁生日，女友何超莲一早就开始为其准备生日惊喜，亲手做蛋糕真是太有心了，简直就是最佳女友典范了。不过在送蛋糕的时候却意外垮掉，当何超莲还在对着镜头说话时，窦骁已经站在不远处默默观察。何超莲转身看到后直呼惊喜垮掉，虽然如此，窦骁还是相当感动，一把搂住何超莲表达感谢。窦骁真是太 man 了，嗨，这一对不结婚可说不过去，希望两人明年后年大后年还有未来都能一直这么恩爱甜蜜啊。宝贝晚安，宝贝早点睡，我还要去下一场派对。对，疾风吧。